摇篮。An old 摇篮，放，哎，放不上去，丢不进去啊，丢不进去啊，逮到你了！哇！心脏无力，丢不进去啊，怎么丢？就是三分贝，你一定有看墨镜哥《金丝世界纪录》那一集，笑死我啊！亲他？亲谁？亲了女鬼哦！哦，亲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把他撞倒，亲，丢不下去啊！不可以离他太近，丢。哦，成功丢进去。笑死！第二个泰迪熊回来，他就魂飞魄散，掉出一把钥匙。应该说，他进化成为一把钥匙，从泰迪熊进化成女鬼，再进化成为一把钥匙。这就是数码宝贝的进化逻辑。哎呀，不小心破我的梗图的梗。接下来你们就会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东的啦、啊。只要你有看那个Palaki， 我看清楚了。这不就是我们一楼那个牢房出来的那个钥匙吗？通通掉下去，记得哦，要看梗图哦。只是那集梗图不晓得什么时候推出来，我累计的大概四节梗图没有发，无敌了，对，无敌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在这款游戏里面呢，我就是老大，一切我说了算，除非我自己摔死，要不然没人可以弄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墨镜哥不犯傻，我就不会死。我合理怀疑，这应该要蹲着下去。嘿，有没有天才般的智商？天才呀、啊，我真是个天才呀、啊、！Palaki，Palaki， 从哪里出去？妈的，路道在哪里？好，又一个需要开锁的，开呀！开呀！开呀！我天才般的智商不会开这个锁。智商不会开这个锁，天啊！你快给我把它开开啊！哟，你愣在那边干啥嘞？啊、哦，那给他气死！哎，你要发现我拿着这个锁的姿态呢，是呈现一种攻击状态。我召唤我的拳头，成攻击状态。等一下那只女鬼再出现，我就从她脸上猫下去。靠！有没有搞错啊？可以从这边进来的东西，然后我硬要从那边开锁，这什么逻辑？哦，然后木头烧，有壁炉 这边哦。好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啊，先来测试，钥匙先丢着。我这个人也是挺好笑，钥匙不会先藏在身上，丢进去，丢不进去。靠，我这个技巧零。智商99，技巧零。还是他不是这样丢的，拿火柴，不是这样丢的，去找火柴。哦，好吧，原来我误会了，我不是技巧零，我是智商也是零。啊，太可爱了！天哪，我怎么那么可爱？厕所又来了，我们刚来过嘛？哦，就是在这间厕所里面，那个女鬼很爱来跟我在那边嘿咻嘿咻。哦，下楼了。我们先解锁这把钥匙，我看他到底可以干嘛。OK 哦，好，解锁，打开，然后里面得到了一个什么小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样啦，我费尽心力拿到了这把打开的钥匙，然后里面破铜烂铁，哇靠！拿 Weapon Key 五下子开锁，然后去三楼把两个化学品打下来，然后去装水，然后放地下室的房间，然后里面会有 fuse 或电线，装好，你还要把桥放下来就可以逃生。靠，这游戏也太难了吧！我快点脚不想玩了，天哪，太难了吧 ！Weapon Key 好，先找 Weapon Key， 我记得在外面。哎，光是练习模式，我觉得我破这游戏大概就要三小时。这边有个亮亮的，我来看看是什么东西。
死定了！逮到你了！我死定了！我就知道有问题，天哪！我看一跳水里面就有怪声，哦，怎么会有这么折磨人的游戏呀？啊，心力交瘁，连个练习模式我都可以玩到第四天，我真的是太有天赋了！真是这个阿公阿嬷他们脑子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就在自己家里面盖一个护城河，然后护城河里面还有鳄鱼，我靠，这家人都有自虐倾向是不是？我的 weapon 是掉在附近的啊，不见了，有人看到我的 weapon key 吗？我刚不是掉在这边吗？在河对面，屁啦！我捡个石头，我把钥匙丢到河对面，我的臂力会不会太强了一点？车底下还是河对面？河对面？真的假的？天哪！我没搞错，我把它丢到河对面，我的妈呀！所以我刚刚。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，我从这个方位走过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走过来，然后再看到这边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蹲下一看是石头，然后我捡这个石头的时候呢，我姿势这样子捡，然后我身上不是有钥匙吗？我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为了捡这个石头，然后把我手上的这个武器钥匙，丢到后面的河对面吗？我是这样子吗？我为了捡这个石头，是这样吗？哇靠！我这是什么捡石头的逻辑，对吧？捡这样子，一甩，直接奥运选手丢铅饼，直接以奥运选手的这个臂力，以这样子的姿态捡这个石头，然后这样同时把钥匙给甩出去。哇塞！大家捡东西是这样子捡的吗？好，这边就出现了一个屁呀！谁跟我说在河对面的？哎、欸，哦，这是我上面摔下来的钥匙，笑死！你还在啊，兄弟，还好，还好你还在，没有为了掉下来，然后把你给甩出去。我刚刚不是从屋顶上面跳下来，还好我不是啊哈去吧，然后手上拿着钥匙，然后唰跳下来，同时把钥匙给甩出去，甩到护城河对面。反正接下来哈、哦，我捡什么东西，做什么事情，在操作这个动作之前，我都会有个习惯性动作，把钥匙给甩到护城河对面。这真的太厉害。好，哎，有没有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钥匙是干啥的？小木屋，小木屋，小木在哪？把桥放下来啊！好，好，那既然把桥放下来，我就先把钥匙丢在这。OK， 回我温暖的家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看看还有什么道具。拿了木头嘛，那我还缺火柴。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眼睛前面都是血，我刚被鳄鱼咬烂，哎，没死哎。我这生命力之顽强，打不死的小强。这阿公阿嬷的家真是太无聊了，他们平常到底都干啥了、啊？阿公跟阿嬷平时没有什么娱乐，就是拿着棒棒跟枪枪在屋子里面晃啊晃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打一打。没有人打的话，就两个互打。他们不需要什么3C产品，就需要拿着棒棒跟枪枪互靠就行了。没有人可以靠的话呢，就自靠。靠，哎、欸，这些竟然是太无聊了，整间没东西。弹弓，有人说要把房梁上面的东西打下来，你们看看你们看到弹弓在哪里啊？对啊，他们没事就是在家往内户打，好笑，跟我们的台湾民进党一样。妈的，我怎么按全部都同一个音？这钢琴坏了吧？坏了，我去收。再来找看有没有机关。哎呦，哎呦，哇操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时代的马桶啊，长这样！哇塞，这家人的那个冲水马桶好屌，无限制冲水！哇塞，连发机关枪哎、欸！我家冲水马桶冲下去之后呢，要那个 cool down 的，你知道吗？要冷却的，这个没有冷却的、欸。不用 CD 的马桶，好屌！哇，这屎冲的爆干干净。这个哈、哦，你知道吗？无间断拉屎，100个人来这边上厕所，完全不会卡顿的。